商业拍摄的话是可以的，然后您跟工作人员说明一下就行。如果是拍照片的话，有闪光灯的话会影响到行车安全的话，工作人员可能会作为一个提醒的。你说明情况的话一般是不阻止的，除非你商业拍摄的话是要通过允许才可以。闪光灯的话可能他会让您不要开的，